各位家长，咱们老师出去学习，这次家长会我替他总结一下。对不起老师，我迟到了。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昨天打麻将打太晚了。什么？你也打麻将？对呀，我昨天摸牌看牌洗牌，这个胡了个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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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两位家长不要在门口聊天了，家长会已经开始，请进去坐好。这位家长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可以下课后和我单独沟通，不要在开会途中搞小动作。我们继续，这次的期末考试。这位家长，工作一定很累吧？家长会都睡着了。对不起老师，我一听到考试这个词就想睡觉。没关系，我就是提醒一下，你在教室睡觉容易着凉。对呀，还好你提醒我，我还带了毯子，就不会着凉了。谢谢老师。不是毯子的问题。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小品爸爸吧。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你们两个迟到聊天捣乱上课睡觉简直一模一样。光头爸也迟到了，你怎么肯定我就是小品的爸爸呢？这是昨天刚没收的小品上课睡觉的枕头，配上你的毯子，刚好是一对。